家好，我是王岩。这期海豚专题的话题是战力的音乐。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打电压迫的克星灵魂之王普鲁克，在980话标题为战力音乐的这一话漫画中，凭借自身强大的超人系音乐相关能力，用音乐打伤路飞索隆的表现，阿布可谓是一战封神。甚至在706期海豚专题被我们吹捧为是何之国新六皇。那么当同样是用音乐当武器的六皇阿普遭遇的来自草帽堂的音乐家灵魂之王普鲁克之后，两人又会是谁更强呢？我们就开始先从两人音乐能力的不同之处来说起。在那个岛片对抗霍米兹和大妈的强大演出中，布鲁克是以狂犬果实能力为基础，以弹奏吉他在原地开启演唱会的方式，直接让霍米兹的魂魄归天。而具体的对抗只有斯跟几位最强霍米兹的环节时，虽然布鲁克的音乐已经让他们无法忍受，但要真正的打败和杀害他们，则还是需要布鲁克用丧魂之剑结合狂犬果实能力来亲自动手。从这点来说，虽然是海豚世界中的音乐大师，在663期海豚专题我们甚至还忽视提到布鲁克的音乐是在未来对抗黑胡子和洛克斯的关键，但就目前来说，布鲁克的音乐攻击其实就还是像路飞使用马奥斯清杂兵士一样的群攻技能以及辅助型的能力。而从个体战力来说，布鲁克本人的最强招式其实也还是围绕他丧魂之剑的相剑客招式。说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到音乐人 UP 的环节。在711期海豚专题，我们已经算是再次具体胡着讨论一番 UP 战力音乐的强大能力。简单来说，和音乐指示布鲁克的特长和目前的辅助技能完全不同，阿布的能力招式则完全就是使用音乐来攻击，而且只要处于阿布在奏响战力音乐之后的音乐屠宰场之中，他的音乐攻击对手几乎就是无法躲避的。仅在这一方面来说，虽然以黄雀果实能力为基础，布鲁克音乐能力的潜力是可以在未来甚至对抗洛克斯的存在，但从具体的音乐攻击来说，这两位音乐人就目前来看，那就还是海绵阿普要更加可怕。而且即便抛开两人的音乐能力仅从基础的战力而言，虽然西洋剑客布鲁克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但毕竟阿普可是和路飞索隆一样的罪恶时代，但从两年前和基德的酒吧邂逅，两人未使用能力就开打并未分胜负这一点来看，阿普在果实能力之外的基础战力也绝对不俗。因此综合来说，打架的话布鲁克自然就很难会是阿普的对手，但这却并不能表明布鲁克不能限制阿普。而实际的情况则更可能是，虽然独自一人无法打败超人系阿普，但布鲁克则可能很有机会会成为打败阿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神辅助。关键点可能就在于阿普能力完全就是由他的音乐音浪所形成的音乐屠宰场来进行。其实在707期海豚专题我们就已经忽视提到，克拉松的激进果实能力可能就可以通过消音的方式来克制阿普的能力，而布鲁克虽然不能做到消音，但就可以用自己的音乐来很大程度的影响阿普的音乐屠宰场。从那张导片极其拉风的秒杀霍米兹士兵的经历，我们已经明确看到，由于黄泉果实能力可能已经觉醒的加成，只要布鲁克愿意，他就随时可以就地开一场发出灵魂之王的噪音和音乐让魂魄归天的演唱会。而进一步忽视来说，当布鲁克在阿普开启音乐屠宰场后开启了灵魂之王的演唱会模式，那那种直击灵魂的音乐虽然可能无法让阿普的音乐攻击消失，但却可能可以大幅度的减弱阿普音乐攻击的准确度以及破坏力，甚至做到在不用打败阿普的前提下就可以用灵魂之王的音乐让阿普的音乐进攻几乎失效和错乱。而能不能正常使用开挂和无法躲避的音乐攻击之后回归到基础战力的层面，阿普的实力虽然不俗，但那恐怕也还不会是路飞基德索隆这三池中任何一池的对手。因此在合之国的战场上，打电压迫虽然自然要强于音乐家布鲁克，但灵魂之王则可能真的就会成为合之国战六皇的一大克星。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豚专题我们下期再见。